而人妻御美自从被包贝夫偷食暗吞无线艺人黄子恒之后，呢边声话：我同阿 Jason 咧，其实都分开咗一段日子，所以系啦，大家都唔使担心我哋。Thank you。嗰边声又话：我并冇收过自己即将离婚或者搞紧离婚。即系点啊？妈，好乱啊！黄生唔好龟缩啦，系时候发威啦！玉美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仔，人做事一人当，而外界对我的任何批评我都甘愿接受。星期六说会为今次闹剧一次过交代的黄子恒，昨天下午终于变身找数真汉子啊。我在大半年前在公司里认识玉美，认识她之后从她口中得知她和老公分开了，在朋友那里住，而当中的原因是因为牵涉一些家暴的问题，但是当时他不敢跟其他人倾诉。我再慢慢了解他的情况，了解到他的处境之后，我很想保护他，支持他。黄子恒说在整件事里面，他没有搞清楚玉美和 Jason 的关系是他的错失，他甘愿承担公司的任何处分，还希望玉美见到他那时候是开心愉快的，而不是好像之前那样活在阴霾之下。